尤其像女孩我们比较担心啊，男孩也有早早就开始恋爱了，而且爱得如火如荼。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知道原因，一般家里性别缺失，比如说没有妈妈的男孩或者妈妈比较弱的，然后身边没有父亲的女孩，这都容易早恋。所以这个要首先检查父母的问题，因此我主张就是除了6岁之前，青春期父母一定要全。这也是我特别不主张干部异地任用啊，就是在孩子青春期阶段，如果孩子在青春期，我们尽量就先不要让这样的干部到异地去，一定要陪伴他度过青春期。当他只要到了高二以上，基本危险就不大了，尤其初中这个阶段是非常敏感的。那么给孩子写封家书是非常好的，因为这个事儿吧，眼睛对眼睛谈特别难受啊。当你发现孩子哎有对象了，或者女孩跟人家好了，你也不要说什么写封家书，就突然我发现我孩子长大了，有人喜欢了，我说明我的孩子优秀，才有人爱，对吧？我的孩子也会爱别人了，说明长大了。但是孩子，你知道爱的实质是什么？告诉他，第一，长远；第二，要有经济实力。没有力，不要轻；没有你经济实力，不要轻易的跟别人说爱啊。你要真的爱别人，你先拿你的实力去跟人家说，不要说咱俩睡觉吧就是爱啊，那是两码事儿。然后呢，有的时候还有一些方法教育。那我是给孩子写信之后放在他床头，他也给我回了封信，说妈妈，我明白了。我说你们可以拥抱，可以握手。但是不要接吻，不要到对方家庭当中。你们可以在外面玩，可以在很多地方一起去啊，看星星都可以。但是不要到宾馆，不要到家里。我就很具体的要求啊。然后呢，我还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采用一些方法，因为我也是个女儿啊。我记得有一次开车看对面一溜婚车过来了，我女儿说：“妈，俗不俗？”我扒了她一下，我说：“你不懂。结婚就是让男人倾家荡产，让他知道这辈子就这一次。”哦，是这意思。我说对了，但是等我女儿真结婚，我也没让人倾家荡产，我甚至连婚宴都没要求办啊。所以为什么让孩子知道？然后第二个，带他去买衣服。买衣服呢，走到一商店，我就说，我说你快看看，看完咱就买啊。他说妈，干嘛就让我在这儿买呀？我还想再看看。我说到哪儿看去？我想再看两家店。我说好啊。我说你买衣服知道看三家店，你找对象，你现在中学就开始找，你就跟那小店你就开始找吗？哦，是这意思，妈，我明白了啊，明白了。所以呢，就是像这些呢，都是大家笑啊。这些呢，男孩也一样。我记得卢琴就是知心大姐也说过，一个男孩跟他爸说：“爸，我今儿看中一媳妇儿啊，你别拦着我啊。”他爸说：“嗯，我儿子挺有眼光，这女孩不错。但是儿子，你打算就在咱们县城今后找工作吗？如果你要想到北京吧，我劝你先别着急，到北京再说啊。如果你要想出国到美国读书呢，我劝你出去读完再说。什么意思呢？让孩子明白你的天地很大啊，你可以现在跟他做好朋友，但是你不要这么早定下来，因为你还没有走开。”所以这些呢，都是我们给孩子的一些教诲，而不是说非要面对面的说不许恋爱啊，那样是没用的。那么性教育刚才我也说了，不要回避谈性的话题，可以跟孩子讲一讲。其实我的观点是，爸爸要跟儿子谈谈我怎么看上你妈妈的，妈妈要跟女儿谈谈我怎么看上你爸爸的。男人重要的品质是什么？然后爸爸可以跟儿子谈女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。所以呢，可以说妈妈的优点是什么，你妈妈的缺点是什么，妈妈也可以告诉女儿告诉爸爸的缺点是什么，优点是什么。我觉得自己有一些什么经验教训可以告诉孩子，但是呢，这些话都可以在孩子青春期的时候啊，一到他上中学了，到初二了，开始有男就是班里有人交朋友了，你就告诉他了，你们现在开始要考虑这问题了。其实早点考虑也好啊，我怎么看上你爸爸的，然后你爸爸的优点是什么。所以我觉得这些话呢，你说的早点，反而到孩子什么话都跟你说了，你越不说他就越什么事儿不告诉你。因此这个呢，也是我们青春期要特别注意的。此外呢，在孩子过14到16岁生日的时候，我建议我们所有的家长给孩子点上蜡烛的时候，一定要问他，你知道14周岁对你什么意义吗？大家知道这是我们这个法律的起点，尤其是刑法的起点，而16岁是所有的刑法的行为起点了。一定要告诉孩子，你长大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有些事儿爸妈已经不能替你了，过去我们可以替你做，现在不能了啊。所以一定要学会负责任，如果你负不了这个责任，一定不要做这个事情。这个呢，是在他过生日的时候一定要当一个正事儿来告诉他，这样也显得就是比较郑重。然后此外呢，可以跟孩子聊聊人生的话题，比如说人这一辈子什么最重要啊。所以有一个儿子跟他妈就写了作文让他妈看，说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。他妈问我说，这儿子我怎么教育的？我说是啊，你可以告诉他，儿子没有钱万万不能，可是妈要没有你是万万不能的。我不知道你要没有妈是不是万万不能，让他明白亲情是非常重要的，而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要远离危害，就是远离不健康的东西。